companion， 前缀 com 表示共同、一起，词根 pan 是面包的意思，来自拉丁语 panis， 法语的面包 pan 就是来自于此，后缀 ion 表示人，所以合起来 companion 的字面意就是一起分享面包的人，后引申为伙伴、同伴。比如我会说 I always think of the wolf as a charming companion， 我一直觉得狼是个迷人的伙伴。相似的 company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分享面包这一行为，后引申为陪伴这一行为。比如短语 keep someone company 就是陪伴某人。你当然还知道 company 的公司这一含义，这其实也是后来才引申出的，公司就是做事业的伙伴在一起嘛。那如果在名词 company 前面加上前缀 ad 的变体 az， 就有了动词 accompany， 意思是陪同、陪伴。比如 The wolf accompanied me on my trip to Carrot Town， 狼陪伴我旅行去胡萝城。怎么样，你知道 companion、 company、 accompany 的含义和关系了吧？你能不能从中挑个词，或者把它们串在一起造个句呢？这能帮助你巩固记忆，请写在评论区吧。